你不要吸了，没有了啦，你要吸掉了。我跟你说，看，太不融入了。今天没有黑牛啊，黑牛不是。40分钟内，你们如果全部吃，40分钟吗？哎，我觉得5分钟没关系，我们很久没有吃饭了，5分钟很快啊。5分钟，好，吃得完，好。哎、欸，那我们从哪里开始？从那边吗？没有没有，那个是最辣的。为什么最辣的不是那么多？一点点而已。你知道黑龙昨天说你们大概吃一台，我就会死掉。没有了，我们没有黑龙那么弱了。我们从这里开始啊。这个是小，然后中间是中辣，然后最后是那个地。哎、欸，那如果是辣辣的，我们怎么办？喝吗？不是有请你们准备那个可以？哦，有奶，牛奶，我也有哎，牛奶。对啊，加奶牛乳哦，火力哦，这个很有帮助的，这个很好用。对啊，很重要。我那比较特别，花生酱哎，这个很好哎，花生酱很棒。对啊，有帮助哦。你们都不知道吧？我不知道啊，这个就是一个滑雪的，很聪明，很聪明。这边也有帮你们准备。三个，因为我怕你们不够。这个是不是加冕的味道吗？干妈的嘞，谁要吃你的味道？你什么有加冕的味道？咖。你们先打开，然后我准备计时。好。老板忘记加辣了。对，这个有，这个有，有一点，这个有一点点。完了吧？完了。不要怕了啦，我们可以的了。怕什么啦？加油加油！可以了，加油了，可以了。赶快，好。哎、欸，你开始了。好，嘉敏，你快，不要等他。我们可以用手吗？你要先呛了啦、啊。你哪里来的？等一下，因为有辣，所以我不像那个了。没有了。我跟你讲、欸，这个也是没有辣。好了，我开始。你不要那个。我们没有晒日本呢、啊，哎呦，这个没有辣，这个没有辣了，这个我们可以不要吃吗？不行，这个是会让我们饱的、啊、不是，对对对，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个没有辣，真的。没有，女粉丝先吃。好、啊。女粉丝，你们先吃啊！没有，女粉丝一直吃，不要先要一直吃的啦，比较好了。好，我们一直吃啊。这画面太荒唐了，现在看两个黑人吃面。赶快，赶快！我看我，你要吃了咯。是啊，我们很棒哎。Rolling， 哎，这个很简单吧 ？Rolling， 太简单了，这个是小 case 了啦。case 了，够厉害吗？可以。我觉得要说赞赞赞，棒棒棒。棒棒棒。刚刚我们吃完的那个就是小辣哦， 我觉得这个我就是问看一下，有一点点辣，有一点点辣，但是我们可以了。上次黑龙是哪个？这个。哎呦，它是人口，那我就不行了，还是不掉。哎呀，龙哥，你怎么了啦？等一下，我们到哪去？我这个就是这样子。对啊，不要用筷子了，就用嘴巴就。嘴巴。嘉明，先这个试试看。你要什么？这样来，就这样。我不要你这样了，你过来了。等等，你们嘴巴不要靠近我了嘞！我现在在吃辣，我没办法嚼。辣，因为是我。等一下，我不要，因为我。我要跟 spicy juice 一个换这个。还是跟母乳？母乳也是 spicy， 但是还没到 juice。对，不要他。这样母乳会生气哦。那我等一下就跟我们说没有奖金哦。没有，是你们再也没有美女。这个也应该要去看医生吧？这个要去看医生。对啊，美女吧？没有，再也没有美女了。男生医生？男生医生。哎呦，不止，还在计时哎。对哦，对对，没有时间，这个没有了。哦，厉害了哦。母乳，刚刚我们说要给我们40分钟，不用了，我们不要。30分钟就好了。然后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再休息一下，现在几分钟了？几分钟。你看了啦，小 case， 太厉害了吧，小 case， 好，我们直接吃一下。兄弟，我吃完了，爽快了。哦，嘉明，嘉明吃完了。哎，爽快最后了哦。为什么嘉明露出痛苦的表情了？嘉明，你不行了吗？没有没有，这个比较红一点，所以我想说，我先把我的衣服打开一点。还是我帮你脱？你们不要每次帮我脱衣服了啦。现在几分钟？还有
12分。嘉敏，你要不要先准备那个牛奶？不用了，我们就还没不用。我觉得我们没有先准备放里面。安全第一哦。安全第一。对。Get prepared。哎，我觉得花生酱，然后加那个牛奶就会很好。对啊，放里，就是放里面。嗯，就这样，这样就可以了。现在嘉敏的味道的浓度会更高，然后那个，你们准备好了？好，小丽，大家好，我是嘉敏，我是黑牛，欢迎收看《真的牛乳》。好 ，Go！ 先拿一条，一条，我们那么饿，一条。干杯！干杯！兄弟，加油！明天见。哎。我喉咙酸的很安静了，到底还好吗？哎，可以了啦！啊，可以，我记得玩。哎，一个，你不要吸了。没有了啦，不要吸掉了。真的假的？我有吃过干辣的东西，可是现在呢，跟你们讲，我的头，我的嘴巴，这个为什么没有干啊？下面。真的，赶快喝，好恐怖啊！等下你们要吃那么大一口。你看，出来了。大家好，我是嘉明，欢迎收看。大陆路啊，今天没有黑牛啊，黑牛过世了。所以嘉宾你真的还可以吃？我可以了，我没事啊。可是你怎么吃成这样？可以了。你一条就好，先一条。我是慢慢的，我不是他。那你们不是说黑龙很烂？龙哥，我要跟你先拍血哦，拍血，你没有那么弱哦，这个真的不行了，太烂了。撑不下去就不要吃了，我觉得好恐怖哦。对，我现在用这个嘴巴吸的。这个到底是用打滚做什么？没有年轻啊，也有办法。哎，这个是盖棒，最有用。里面的脂肪很多，对，所以盖棒你把它拉。哇，黑牛很聪明。那你刚刚那一口吃下去不太聪明。不是不太聪明，只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呛呛。你很呛，你那口吃完，等下要踢打。Hello， 老板你好，给你送考试的东西，辛苦哦。他跟你选短一点的，越短越好。越短越好。好吃吗？我靠！老板，老板吃吗？你不要这样对老板呐、啊！我给你，这是嘉宾牛乳，这是嘉宾牛乳，嘉宾牛乳，好礼貌，这个可以放在这边。哎，你今天辛苦了嘞、欸。你饿吗？一点点可以了。我不吃辣啦。这个不是辣啦，就他妈是。我给你这个地方很小，你看这样小，很多。太好了。你要吃了，你还没吃，还没咕噜咕噜。哦，他又刷了。好啦。他会从你那个冰块，冰块，然后牛乳了。这是现打的吗？我们两个人来。那边有 spicy juicy girl。对， spicy juicy girl 也要了啦。这是最辣的。对。好。刚刚有怎么？因为还好，没有，老板也没。老板刚刚说他要拉那个小 case 吧，你看呢？这很厉害呢，为什么你为什么？我是 spicy juicy。对，太厉害了，接到。为什么我没有跟你拍到？当然没有啦。来了吗？来了。哎，会辣。我跟你讲，水没办法，加了牛乳。这是牛乳，对，这是刚刚打的。回去会落腮，再用我就不吃了啦。哇，怎么可能？哎，我们再拍一次，继续吃是不是？嘉俊 ，Go inside。怎么会输？好，我们继续了。不要继续，你们时间已经。你去哪里？要干嘛？还要吃啊？对啊。不是我们居住了，我不需要，我不想努力咯。有哪一个东西你们试了真的可以解辣？麦奶自己，麦奶自己有，真的。这个花生酱也有，但是比
比较没奶是比较有效。我比较香，我要那个冰块，还有我的牛肉。牛肉啊，兄弟，你还好吗？你看起来好像不行了哦。是谁不行？是你不行。我还没有没有，哎、欸，我还好啊。要不要我带你去看医生呢？可以啊，可以啊、哦。好，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我的声音也是这样子。我带你去，可以吗？医生你好，我是嘉明，我是黑牛，黑牛你好，大家好，我是公联医学医师欧汉文欧医师，厉害，对，厉害哦，棒棒，听不懂对不对？听不懂我们就用厉害厉害，所以我们今天吃那个一个很大碗的麻辣干面，其实我们的肚子很痛，舌头也很痛，你现在还好吗？我刚刚有一点怕、欸、就是你会受伤或是怎样？不会啦，是你啊，你刚刚都吐那个，哎、欸，我都很厉害、欸。吃太辣的对那个你的胃肠就是什么影响？吃太辣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辣椒里面会有一个所谓的辣椒素，其实它可能会对我们的一个胃的黏膜啊，它可能会有些刺激跟破坏，肠胃会为了赶快把这些太多的辣椒素要把它排出去，哦，所以它就会加速我们的肠道的动作。难怪你吃辣的话，你就是爱吃辣。对，为什么有一些人就是很会吃辣的，可是有一些人就不喜欢？你们以前会很常吃辣这个东西吗？我少吃哦，因为我爸爸喜欢吃辣，我阿公也很喜欢吃。所以我觉得，因为他厉害，我也会很厉害。你到底可以吃多少多辣的东西，这跟基因会有关系。哦，真的哦，对。所以照理说，你的爸爸、你的阿公他们都很会吃辣，你们应该也很会吃辣。哇、哦，真的、啊？对，辣这个东西其实对我们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味觉，它其实是一个痛觉。哦。所以有些人吃的时候觉得很爽，辣的这个基因啊，其实它主要决定在我们身体。它在这个基因当中的话，其实如果说我们越吃越辣的话，你是可以训练的。所以难怪我很厉害啊！你哪有厉害？你吃一点点就在那边给我流。听说吃辣会对身体很好，这个是对的吗？适当的辣的话，其实它会促进我们身体一些血液循环，它会让我们的免疫功能提升。所以有些那个医学研究就发现说，有吃辣的人，他的一个得到感冒的几率，其实反而还比不吃辣的人还要低哦。真的、哦？难怪我不会感冒了。可是你会闹塞啊。我想问，就是解辣的东西真的有用吗？麻油奶是牛奶花生有用吗？花生，花生哦，对。对，这些是真的有用的。刚刚提到，不管是花生酱啊，或牛奶等等，那它们其实里面的脂肪量会比较多，所以其实它们有时候会把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个辣椒素去把它吸附起来。最好的一个解辣的一个食物来讲，第一个就是牛奶啊。但是我喝牛奶，你觉得没有那么快了，不是一喝就没有，不是一喝就有，因为牛奶里面有个东西叫酪蛋白，它会去跟那个辣椒素两个去竞争，去影响到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基因的接受器。一个 chemical reaction， 对 chemical reaction。那冰块呢？因为我就觉得冰块就会马上对，但是冰块是只是分散你的注意力。那第二个比较有效的其实是巧克力。对，巧克力，对，巧克力很有趣吧？厉害呢。Coco 牙那些脂肪，它去吸附我们的辣椒素，它就比较容易被排出体外。对，啊，这还有花生酱，还有没有奶昔跟花生吗？没有奶昔跟花生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太辣的话，奶茶我们呢，巧克力哦。想问你啊，那个 lactose intolerance 部分，乳糖不耐症，对对对，好像我们就是常常。不会有，但是亚洲人就很常得。对，为什么？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先天的基因会有关系，肠胃道里面能够分解乳糖的酵素比较少，亚洲人其实都比较少。对，那为什么？这个好像是天生基因的关系。对，这可以训练的，就等于说我们只要多喝牛奶，多拉个几次，让身体渐渐适应，就会把这个乳糖的一个分解酶去增加。那我们最后的问题就是想问你，那医生你会吃辣吗？会啊，我会适当的吃点辣。我们在讲说不要吃太辣。哦，对，那个辣干面你有带吗？啊，那给医生吃吧。那给医生吃，我要看医生流汗。下次来挑战医师吃辣。我们可以跟打比赛。我们跟打比赛，看谁比较厉害。谢谢谢谢谢谢。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